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国宝档案》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产品中啊，最著名的包括茶叶、丝绸和陶瓷。陶瓷中有一种瓷器被浪漫的法国人称为中国白，整个欧洲都为它疯狂痴迷。那么中国白是什么瓷器呢？欧洲人为什么对它如此狂热呢？中国元朝至元年间的一天，福建泉州港的码头上，几艘巨大的商船已经整装待发。这时，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指挥工人，又将两箱器物装上大船。眼看着器物被一排排码放整齐，外国人才满意的点点头。这个人就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。他最后又装上船的货物是泉州当地生产的瓷器。马可·波罗在泉州已经游历一段时间了，他看到这里的港口每天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，大批商人云集于此，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。在泉州，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非常丰富，当地生产的瓷器品质精良，而且物美价廉，一个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八个瓷杯。所以在马可·波罗离开泉州回归故里时，他不顾山高水长、路途遥远，专门携带了大量泉州当地的瓷器。原来宋元时期，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宗的外贸商品。在泉州港，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器物被源源不断地装上货船，运往世界各地。为了节省成本，大宗瓷器都采用就近生产、就近装船外运的方法，这大大刺激了当地瓷窑的发展，逐渐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外销瓷生产基地，包括晋江瓷造窑、南安窑、德化窑等等。其中德化窑历史悠久，生产的瓷器产量最大。德化窑通常建在山坡上，为阶梯式龙窑，拱形窑室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，紧密相连。阶梯式古窑利用斜坡高度差、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，窑室升温快，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余热，是一种结构简单但是非常科学的窑型。德化窑烧制的瓷器以生活日用瓷为主，常见的有瓷盘、瓷碗、瓷瓶等。为了满足外销的需要，有的瓷器也是外国商人专门定制的。比如钧池，就是伊斯兰国家的信徒在做礼拜之前洗手用的水瓶。由于当地的瓷土细腻洁白，所以德化窑出产的瓷器不加彩绘，以白瓷、青白瓷为主，洁净的色泽更体现出原材料的质地美。德化窑白瓷也被誉为不化妆的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元朝时德化窑白瓷已经外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。他们从泉州港出发，经过三条不同的航线抵达世界各地，往北到朝鲜、日本等国，往东到达台湾、澎湖列岛等地，往南到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，再转运到非洲、欧洲等地。宋元时期啊，德化窑外销瓷呢，以生活日用瓷为主。到了明代啊，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，德化窑外销瓷呢，更趋于工艺化，变成了一种装饰品。整个欧洲都为它痴迷。
明朝嘉靖年间，在德化一户人家的窗口，隔一段时间就会摆上一件新的瓷器作品，瓷塑人物洁白通透，栩栩如生。过往的路人都觉得奇怪，经常聚集在这里七嘴八舌，对瓷器作品评头论足。瓷器作品的主人在旁边默默地听着，只要有人挑出毛病，作品稍有瑕疵，他就会把瓷器直接打碎毁掉。最终，只有他认为100%完美的作品才会留存下来。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瓷圣何朝宗。原来明朝的时候，德化窑的瓷艺师们逐渐发现当地的陶土很特别，普通的陶土比较软，容易变形，而德化的陶土可塑性极强，瓷艺师们逐渐将瓷器与雕塑艺术相结合，用优质的白瓷制作出形态不一的佛像、传说中的神仙、古代名人高士等等，瓷器雕塑应运而生。而其中最著名的瓷艺家，也是将德化瓷塑艺术推向极致的，就是何朝宗。何朝宗自幼受环境熏陶，喜爱瓷塑工艺，他刻苦钻研，雕刻起来常常废寝忘食。有一次，何朝宗烧制了100尊观音像，由于这批瓷器早就定制出去了，何朝宗烧得格外认真，严格控制着每一个环节。终于到了开窑的时候，当熊熊窑火熄灭，一尊尊观音像展露真容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观音像的身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。徒弟劝何朝宗：“师傅，这一窑塑像利润颇丰，不如想想办法。”何朝宗默默地摇了摇头，坚持将观音像全部毁掉，埋在了窑旁边的山坳中。后人将这座山称为观音山。何朝宗所做出来的作品呢，他都是非常精益求精，他对艺术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他的人物塑造，他的神情是非常到位。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观音造像，你看他的观音呢，他是双目是微合的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可以让人看到他这个脸庞表现出来是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一种感觉。业内专家呢，实际上对他的评价非常高，他就觉得以陶瓷的生硬表现他肌肤之柔软，以陶瓷之生冷呢表现肌肤之温润，以陶瓷之脆性呢表现衣褶之柔软呢，是堪称一绝。那么前后呢，无人能与之比肩。每当有了得意之作，何朝宗都会在瓷器作品后面留下专门的葫芦形或方形印章，内刻“何朝宗”三个字。以何朝宗为代表的明代德化白瓷，逐渐形成独特的瓷塑风格，以繁复奇绝的雕塑工艺著称，如卷似玉的人物塑像，精雕细琢的工艺瓷，如梅花杯、公道杯等，一经销往海外，就受到欧洲贵族的热捧。浪漫的法国鉴赏家将这种瓷器呢称为中国白，认为它们是中国瓷器中的上品。在皇室贵族的热捧之下呀，大宗的外国订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泉州。17世纪的一天，在德国有一位奥古斯都大帝坐在皇宫中，正拿着几件洁白的瓷器爱不释手。这些瓷器都是从遥远的中国泉州出发，经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，最终到达德国的。自从第一次见到这种中国的白瓷，奥古斯都对他的喜爱就到了疯狂的程度。
他大量搜集购买中国白瓷。然而欧洲也出现了白瓷供不应求的局面，白瓷比黄金还珍贵，有钱也经常买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奥古斯都决定派人专门仿制白瓷，他召集了全国最好的巫师、工艺师，把他们关在皇宫秘密的地下宫殿里，要求他们仿制中国白瓷。奥古斯都下达命令道：“仿制不出中国瓷器，就要你们的命。”巫师和工艺师们提心吊胆，绞尽脑汁。由于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，欧洲人并不知道瓷器是如何烧造的。他们发现这些瓷器坚硬洁白，很光滑，觉得很有可能是用某种动物的骨头做成的。于是他们反复利用各种动物骨头，想做出这种中国的白瓷。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结果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在欧洲王公贵族的眼中，拥有细腻华美的中国瓷器是身份高贵的象征。在欧洲流传的一首著名诗句中就有这样的描绘：请给我倒杯茶吧，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。诗人看似不经意的一笔，却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。欧洲人呢，对德化白瓷的评价呢是非常高，他们把德化的白瓷呢称为中国白，意思就是代表中国白瓷的最高水平。那么明代的时候呢，德化白瓷出口到国外呢，都是被欧洲一些皇室贵族他们收藏。他们每当有重要的宴会的时候呢，都会把德化白瓷拿出来呢作为餐具。这时候呢，每一位客人的后面呢都会站着一位仆人。那么这个仆人呢，名义上是照顾他们吃喝，实际上他们更重要的一个任务呢是保证这些瓷器的安全。因为有很多客人呢可能对这些瓷器呢非常喜欢，他们在吃完的时候有可能就把这些瓷器呢顺走了。所以说从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呢，欧洲人呢对德化白瓷呢是钟爱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同众多的外销瓷一样，德化窑白瓷受到欧洲王室的追捧，他们将买来的白瓷小心翼翼地珍藏，从不轻易使用。但是他们觉得这样似乎还是不够，于是有些欧洲贵族煞费苦心地对白瓷进行二次加工。他们给瓷器的身上穿金戴银，有的在盖子上镶嵌金边，有的在壶盖与匙柄之间装上长长的银链，极具中国特色的瓷器增加了西方人的审美，别有一番中西文化合璧的特别韵味。这些特殊的外销白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。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，也是古代航海家的乐园。早在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前，就有一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拜访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古代中国人扬帆起航的梦想。